变现，是他想要多用一些路跟路程的速度去交换这些东西，但是一路跟麦基，现在直接冲过去了，直接冲过去，一把拿起转过来了，过去了。就是早上骑了四圈就雷惨的董兴化，拿了杆位有什么感想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手好痛而已。手很痛？那手很痛，你再痛也不会旁边那位骨裂的还痛吗？他骨裂哦。你能叫自己讲一下自己的故事这样？没有，只是被流狗要铲掉。他就是没骑就骨裂嘛，那是骨节，然后太妹妹出生这样。对。等一下应该就可以看得到。对。那个。雷了四圈还能拿杆位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秘诀？多练车，非常的中肯有实用。这就是排在第一位董兴化，继续赛前采访。这个非常熟悉夏季赛林立伟，来自印尼的选手哦。对，我们是印尼人。Hello， 印尼话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巴卡巴什么啊？还好，我一句都听不懂，不过没关系哦。好，那这次芝麻吉是第一次用 X1 的，你觉得 X1 跟上次轮胎？比起来的话，那个特性在哪里？就是自入广告就是这么硬 ，OK 哦。我是觉得X1真的比上次那个轮胎差很多。对，那在单圈上也有很好的这个成绩，这样對對對。希望在印尼那边可以用X1。OK， 那也听到就这个买是印尼的市场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这个排在第二位林立伟哦，排在第三位是林奇伟哦，这次一样也是骑乘之前的 Jet SL125 跟夏季赛的车一模一样。那我采访的话，就 replay 夏季赛那个片段。没有，看一下。啊，这是第三名。那你上次跟林立伟之争，这个要不要再喊话一下？时隔半年，用印尼话跟他喊话，那我们台湾的厉害。啊，没有问题，我看好你啊。这是以上前三名的采访啊。是，对，尤其是林立伟，我记得他这个组别在夏季赛的时候是冠军啊。对，林立伟他的前轮看起来是不是？有点平啊，就对，看来练车练得蛮勤的，好像快没什么前轮了。是，但 OK 啦，我相信东南亚车手骑乘风格之漂亮是没有问题的。啊、来，现在红手退场，吕的亮机，分点几包 ，OK， 冲出去了。目前前三位置看起来没有变哦。好，是的，董兴光现在率先，等一下，我以为在第二弯超级大外包，好猛啊！哇，很久没有看到这种骑乘风格了，真的。嗯，大家夏季赛也是用这种很漂亮的骑乘风格。对，而且打夹的时候这边抖了一下，我们还是有很接近、啊。因为董兴化现在掉到第二名啊，没错，他抖了一下，然后导致上方降低在第三的林立伟稍微停了一下，然后追很快，董兴化现在很快，然后哇，打很近。我们现在第一的是这个林奇伟啊，真的是让看一下台湾车手的厉害啊！觉得这边三台车很近哦，但相较于来说，这个董兴化他单圈比前面林奇伟快哦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董兴化是慢慢摸到林奇伟屁股后面。对，而且后方攻击力很强烈，这边直线哦，三台车，没有开场第一圈就这么刺激了吗？血压快绷不住了。好，这三台车现在第一圈结束后，马上开始进入对，我等下先去找个 EMT， 等一下。要做现在主要是林奇伟现在有没有办法扛住后面董兴化给的压力？因为很近啊，真的很近啊，基本上其实零秒差啊，这个位置的话，而且一直在往前进攻，这个董兴化一直在对前面林奇伟方攻势啊。对，林奇伟应该是有看到后方的车子的车头。对，没错，基本上就是齐平啊，等一下到时第二弯其实就可以看董兴化。对，哇，董兴化真的一直在试尝试啊。防护定就是我前面，真的，然后后方林立伟的前面可能没那么多，稍微省一点用。可是他刹车还是刹很大力，你看他那个前叉直接用力点到底了，他只有0.1的刹车。没错，对，这边上来是要大直下来，这边又要想过上过来，这是两个机会。哦，还是守下来，林奇伟守下来了。好，现在林刚刚董兴化试图进攻之后，失败之后稍微被拉开一步，对，但马上又追回来了。刚刚我们主播说，可以稍微移了一下视线。
现在其实全我都是紧连在一起的。没错，就是你来说都是可以追上前面的范围。对，两极化的攻击又非常弱。对，我这边，来到 C R 弯，因为你竟然没有 U 弯，他又很早，又想走个内线，但其实没有机会哦。我这边队很近，三台车。B 集团董兴化带领着林七伟，林七伟带领着董兴化，还有林立伟哦。你看第三的林立伟很敢包啊，这是一个超级包线。我这边三台车，我董兴化他降级一级，不然到在德国的六位组都会稍微有点像攻击的样子，但是。目前是还没有看到有实质上进攻，没有办法有效进攻。对，除了提升以外，这边两台车，三台车这边，这边目前看到也是还是没什么机会。而不过这一圈，林书伟现在走内线哦。对，林书伟稍微换了一下线，这边三台车，我林立伟看，哎，我其实都差一点点，没错，我们在国中之间。感觉这三台应该是从头斗到尾啊！没错没错，三台车都在找互相攻击对方的机会哦。对。但林奇伟就是乖乖的，就是走稍微早一点收线的一个，直接到首线，但是乖乖的就是收线，就跟世足赛一样，就是一个铁桶阵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就不要被对方突破呀。但是可是现在董兴化攻击又很强，他不是那一种会被你失误的选手，所以大概就像西班牙踢那个。那个好，你可以看他现在进双发夹的时候，董兴化他是提早一拍去做收线的，没错。对，所以董兴化在目前在这边也还没办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攻击方式。对，林七伟真是守得很漂亮。第四名的刘邦彦，他就一直在后面不让攻。等你们三个，对，万一有什么擦枪走火的话，要不出意外的话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好，现在前三名来到第二组，董兴化依旧推得非常近。到时候另外林清伟都比较少收线哦。我这边三台车，不过是属于第一集团哦。不过林清伟这个收的线路啊，完全不给机会哦。目前是属于一个无懈可击状态，还有七圈多这边直线。对，赛事刚过半。那董兴化看起来也试图在直线以外，他可能前几天觉得我应该有机会在直线，不过他后来发现。还不够，是，在找其他方式了吗？我还有过半赛事哦，这个才刚好持续将近一半的圈数哦，还有六圈，你看六圈，大概五圈半了。第三台车，现在是维持一个 B 集团。我要看这三个车手他们的换位的动作，都已经模板推出来了，没错。因为他们也是排名前三名的选手啊，所以这边这边选手有外吗？我要极限，但接下来将要遇到落后车了，怎么处理落后车？我相信这是第一集团现在需要面临的这个，稍微算是一个小的阻碍啊。你看到现在在第二个董兴化，他其实想要变线，是他想要多用一些路线去尝试，可能在加弯来进行攻击。但是林立伟跟太近，现在直接冲过去了吗？直接冲过去了，一排两打野，大家一起撞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太狠了，是真的太狠了。董兴化在超过了林立伟之后，林立伟完全不给机会，是直接点空档，直接插进去，直接进去了。对，林立伟就。林志伟先生刚刚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一次两台哦。对，我一直挽留一个360啊，不是，现在林志伟来到第二名，就稍微可能因为刚刚挽留的关系啊，稍微就拉开点距离。不过如果
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是，对，因为毕竟现在多网民。没错，但我觉得三位的秒差其实不大，但怎么去有效的追击前面？因为最后在林奇伟被拉开之后，被拉开，对，稍微心态上受到一点影响啊，没办法，马上的去追进。感觉现在领先的董兴化，因为一整场前半段都在尝试超车，是，所以他在节奏上感觉很快，因为他就是比前面快一点，还有要办法一直去有效的给前方压力，大概去有效去 push 这个分秒差，然后拉开队尾的话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跟上这个很快的节奏。没错，那林志伟现在暂时。可能心态上真的受到一点影响，他没有办法把速度给调整回来。因为他虽然被超了，但他现在还有三秒还剩三。那如果他没有调整回来，就有可能被后方第四名的方面甚至站摸上去一个位置，就跟奖杯就要 say bye bye 了。不过我觉得他这很危险哦。好，现在剩下最后的三圈，那多的可能是前面防守的体力消耗。毕竟守这两个洪水猛兽了，大概将近快整场赛事了。好像董兴化遇到落后车没有问题，进攻过去。然后最后一套弯哦，目前第一个位置，他第一位是董兴化，来自南开科技大学。最后两圈。几乎董兴化跟林立伟超过林奇伟之后，各自都拉开了一小段的差距啊。对，因为赛事也到后半段了，其实没有那个需要特别去拼的必要。你看林立伟那个轮胎，对，对啊，那个前面我刚才有点感觉卡，有点微，感觉那是在越上会折的嘛。是，没办法，他练车练得蛮紧的。今天即将来到最后一圈啊，最后一个弯，倒数第二圈的最后一个弯。李先的目前是小皮走董兴化冲线拿到最后一圈，林立伟跟原本战绩的第一林奇伟现在就慢慢被拉开，不过在第四轮上面没有有效的能够追及到前面的林奇伟的一个，大家走了后面两个整场啊，所以我相信体力上稍微保留一点，让自己稳稳的第三名完赛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。因为你其实在守后方选择的时候，然后一定压力就蛮大。是啊，那个他算扛很久，然后他被超车可能也不是因为失误，可能后轮滑了一下，然后当线没有守住，这个原因。他像内线稍微让开了。然后现在来到道路边弯的最后一圈，最后一个弯道，那个情况，马上举起四圈，就拿下高位的情况。好，恭喜主角拿下冠军的是董兴化。董兴化。来一下，我们第三次林奇伟，还是这个最后成绩看起来跟那个排位差不多，跟那个比较差。对，那第四名罗刚佑跟联赛的，那接下来，再来是第三名，来自中国科技大学新竹校区的林奇伟；再来是第二名，来自中国文化大学的林立伟；再来是冠军，来自南台科技大学的董兴化。来，恭喜站台上这头，我们合照一张。来，看我这里，三二。